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9月5号，礼拜二。好，昨天的话吃素，今天的话呢，没有吃素，吃荤。廖院长端了一盘，不知道给谁吃了。哎，冰德也端了一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礼拜二。好，对，昨天台风假。好，今天的话呢是这个蛤蜊冬瓜汤。蛤蜊冬瓜汤，然后还有这个大学精心筛选过后的北回来鲍，这是北回来鲍啊，布拉希啊，哦，布拉希，布拉希，然后这边的话有大姐亲手捏的红烧狮子头，然后还有大姐养的鹌鹑生下的蛋蛋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菜，这个应该是白菜吧，白菜啊，白菜。然后这是素食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饭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大姐，她还在煮菜，怕不够。OK， 谢谢大姐。